现世版的布袋戏来到我们莲花季，我们有没有一朵莲花盛开，莲花奇侠现身而来，有花帅哥来了，莲花一个胖姐，那个胖姐，那个胖姐，来莲花转动一下，好运转转，转一下，转一下。来，哦，你看，你看，符合我们今天的莲花季有没有？哎，莲花奇侠来了。来，观众朋友，拿起你的手机、相机，不用客气，来看一下《莲花奇侠》现身《莲花记》哦。来，电视版的布袋戏走起路来，英俊潇洒，风度翩翩。来，走起路来看看，心属英魂流水，体属火不青红，一袭拿袍飘逸，三千拿西飘扬，《莲花奇侠》现身《莲花记》就是帅哥哈，来好，莲花可以退场了。来，看过了帅哥之后，来帅哥摆一个定点 pose， 让大家拍照一下。一出戏里面都有男主角，也有女主角，来看一下，美女也来了，女主角登场了，莲花女神来了。纯纯的女人芬香旁边，天成一个美人的小姑娘。观众朋友，你们有突然觉得这个帅哥拿帅哥很刚刚好的对？怎么会一个胖胖的拿一个美女出来呢？怪怪的，对不对？来看一下哦，这个胖胖的蔡老师，他拿起这个扭腰摆臀的女生莲花女神来，布袋戏女生出来都要扭腰摆臀，来扭一下屁股。我们发现我们的蔡老师也会跟着扭屁股哦，虽然他没有腰。看一下布袋戏的女神，她会电动马达，我们的蔡老师也会电动马达。我们都有看过电视布袋戏的，爸爸妈妈都给他弄跑给哦。有没有一个印象，女生出来都要做个动作，你知道做什么吗？转圈圈，来看一下，美女来了，转圈圈，给她掌声，咕哩咕哩，掌声越大声，转圈越大圈，掌声不要停，转圈不会停，从现在开始，掌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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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始转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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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晕倒了，王丽啊，来看一下，帅哥。遇上了美女莲花奇侠，遇上了莲花女神，冷冰冰的茶桃啊，也可以谈恋爱，恋爱 ING， 帅哥美女来进行布袋戏版的铁达尼号。来看经典画面，铁达尼号怎么演的哦？大家有看过铁达尼号对不对？来。在那个船的前面的地方，打开你的双手，来，经典画面来了哦，都没你看到的啊！铁达尼号怎么演的？还记得吗？女主角罗斯在前面，男主角罗赖吧在后面，好不好？哎，演错了，演错了 ，NG 再一遍。来，女主角来了哦，嘿，纯纯的女人芬香，莲花女神来到我们的莲花季哦。哎，帅哥遇上了美女，天雷勾动地火，一发不可收拾。来看一下，哦，那个对吧？莲花季来看莲花很浪漫，祝福找到另一半，好不好？帅哥美女来莲花这边拍照，做网美，把美美照片传上去，找到你的另一半。莲花季祝福大家郎有情，妹有意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布袋戏都是这么演的吗？他都会演到很巴辣。当帅哥遇上美女的时候，会遇上什么？遇上一个第三者。当演到郎有情妹有意的时候，都会很巴辣，洒狗血的剧情会出现第三者的开价。布袋戏的电视经典人物。前行反比必争比，跟他手空空跟他挥手一下，打开后，来，现在他很有礼貌哦，准备要把帽子拿起来，嘿，脱个帽子，嘿，跟大家敬个礼，呼，这个就是电视上的特效镜头，来到我们莲花季，完全没有剪接，没有后制，没有电脑动画，都是一镜到底。现在他的手空空的，阿彪心比不敢气上去，准备要来出手喽，来。宝剑出鞘，行笔不敢表，呼！掌声鼓励鼓励。现在我们观众朋友
拿起你的手机，拿起了相机，我们刚刚拍很漂亮的莲花，再回去做纪念。现在要看一下我们的布袋戏现场 live 哦，你看电视布袋戏对不对？不知道它原始原汁原味是怎样，就是这样，没有剪接，没有电脑，没有特效，没有什么，通通都没有，就只有操偶师跟我们的操偶师来做武打秀的动作。你现在观光开始了，去韩国要看乱打秀，我们的观光客来到台湾要看什么？台湾趴皮秀，来布袋戏的武侠动作来了，帅哥遇上的杀手。莲花奇侠遇上了前行翻兵必中比，降龙兵出鞘喽！地雷魔天风地雨，罗天地罡攻不了物，我水攻不了风，天地妙算，敌我不朽，江湖中贼呀！哦哦哦 ！STOP 停，打太快了。我请大家拿手机来拍照，就是要拍漂亮的照片回去。我、那个莲花拍起来很漂亮，对不对？刚刚你们这样打起来、拍起来，通通都是模糊的。很可惜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拍漂亮的照片回去做纪念，每年都来莲花季，所以我们大家拍得漂亮，拍得清楚。来，再一次 NG， 再一次第二回合，来，莲花奇侠，还有我们的杀手，前行完毕，必中必。第二回合准备要来大决斗，历史性的镜头，手机相机准备好 ，Yes， almost。要拍照，趁现在，现在拍最好看，把美美的照片拍回去做纪念。你会发现到我们的操偶师速度变慢，我们的音乐 tempo 也变慢，这样子让大家拍起来就非常漂亮，对不对？而且你会发现到这个操偶师跟我们的戏偶他是合而为一，人偶合一。当布袋戏做什么动作，我们的操偶师也会做什么动作。现在看到了。坏人把这个好人压制下去，有没有看到？而且你会发现一个特别哦，掌声越大声，他就越下去哦。哎，掌声给他，掌声加尖叫，下呀，大声一点，下去。哇，下不了。他家里什么都没有，那个沙龙 pass 最多哦。第三轮又来了，正式的开打了哦。莲花奇侠跟我们的这个杀手约决斗在我们的莲花镜第三回合，紧丢紧丢，切切切切，呀！进广告。台湾的布袋戏都是这样演的，对不对？演到紧张紧张、刺激刺激的时候，他就会进广告了哈、哦。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做一个差异性，让我小朋友认识一下哦。台湾的布袋戏很多元的，有刚刚很小村的小朋友会玩，对，哎，传统的掌中戏一四五七，点点头，挥挥手，还有这个电视幕哦，特技的布袋戏。那我们今天等一下带的是多元偶戏，所以小朋友你先看了之后你就知道，哎，有很多戏一起上哦。来，我们感谢大家带来我们的魔幻西游记。